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75页第四行，从当中看起。故知真舍之际，即当人自性也。前面我们讲到此地，现在我们接着往下看，何谓真舍之力？真舍之际知道了，经上讲的真舍之际，就是自性，就是真性，也就是我们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本性，本性本善，本性就是自性，自性是一切圆满，成为善，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当作圆满讲。那么什么是真实的利益？这部经上讲三个真实，何谓真实之理？苏超有曰，都是用莲池大师《弥陀经》苏超来解释。沉竹而前，反背而向，竹竹物就是染物，染物是比喻我们的烦恼习气。能够澄清这些染物，恢复清净心。真心本来是清净的，从来也没有染污过。这染污是什么？染污是妄心。染污的根本是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自性不生不灭。那么经上所说的这些话，用相宗的话来讲呢，实际上就是转世成智，就这个意思。反背而向，
背是违背了自性。现在回过头来，我们要向自性。啊，向自性是用真心，背自性是用妄心。什么人用真心？化身菩萨用真心。啊，这一下全是用妄心。啊，阿罗汉、辟支佛、天台家所说的三贤是圣，三贤都是用妄心。啊，是住，是行，是回向。啊，初地以上用真心。啊，这所谓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用真心，不用妄心。那么在念佛法门里面讲功夫。啊，功夫成片用妄心，事业心不乱还是用妄心。啊，用得正，没有用偏，没有用邪了。啊，如果是理业心不乱，那就是用正心。啊，跟禅宗所说的明心见性是同一个境界。啊，那么海贤老和尚一句佛号，他念到这个地位，不可思议。啊，他能成就，也就是示现给我们看，我们每个人都能成就。啊，问题，你肯不肯干？他的方法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啊，心里头只有这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妄想放下了。杂念放下了，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啊，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口尝味，乃至意志法，啊。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受外面境界干扰，不受外面环境染污，清净心现前。啊，清净心现前，他的功夫等于阿罗汉、辟支佛。平等心现前，这个功夫等于化身菩萨，就是化身菩萨。啊，华严经上所说的圆教四十一位化身大士，他们住哪里？住十宝庄严土。啊，换句话说，华藏世界，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一句佛号啊，啊，念了多少年呢？功夫真正得力，要从这算起。功夫不得力不算。什么叫功夫得力？念佛的时候确实没有杂念，
念佛，抓住三个重点。第一个，真正相信，没有丝毫怀疑。有怀疑，功夫就被破坏了，不怀疑，不夹杂，夹杂就是六根会受外面六尘境界影响，不受外面境界影响，看得清楚，听得清楚，那是自信本具般若智慧。虽然清楚，那个心呢，如如不动，没有受到外面干扰，依然是一句佛号念到底，这是三个条件当中第二个，不怀疑，不夹杂，第三个不间断。一句接着一句，句句都是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要这样念法。念多久呢？不一定。上根的人，像弥陀经上讲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能证。那么一般中根的人，甚至像中下根的人，十年、二十年，决定得到。十年、二十年不算长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他20岁出家，师父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他老实听话，真干，这一句佛号念了20年，也就是说他40岁达到什么境界，我们相信他达到理业心的境界，也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真是理业了。理业心不乱，就成佛了。禅宗所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是真佛，不是假佛。天台大师讲六界佛，他这个六种佛里面，他是第五种，分真即佛。比他高的，那是圆满究竟成佛。分真即佛。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十报图里面41位法身大师，华严是原教，从初住到等觉都住十报图，这是分真即佛，除了不能回归常寂光，就这一桩事情，除此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究竟佛没有两样。用念佛这个方法容易成就啊，一生就了了，
不要等来生了、用其他的法门，我们常说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啊，任何一个法门要达到这个境界都要很长很长的时间。啊，不能用年月算的。啊，一般形容叫无量劫。有没有夸大？没有。无量劫是老实话。啊，譬如用其他的法门，证得出果。小乘须陀洹的地位，没有出六道轮回。啊，须陀洹要出六道轮回，他要修到阿罗汉，才能超越。啊，阿罗汉超越了六道轮回了，要多少时间？证得出果之后，天上人间。其次往返啊，人间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再到人间，决定不多三恶道，也不会到阿修罗罗刹，不会啊，这叫圣人。人间寿命短了，天上寿命长了，这七次往返多长的时间，确实论计算了。啊，这个法门确实是难行之法，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这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因是你本来是佛，这是真因啊。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因就是这个。缘呢，阿弥陀佛四十八愿威神加持，你念阿弥陀佛就加持，你不念阿弥陀佛加持你加不上啊，就是你没接受啊。怎么呢？不怀疑，不夹杂，不间断啊。我们讲二十年成就，这是一般的啊，确实是真的，不是假的。哪一个法门能跟这个法门相比？找不到了。这是真实之理。下面两句说得好，越超越，超过三期是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证得须陀洹果，修道成佛。经上一般说三个阿僧祇劫，阿僧祇劫是无量劫。啊，用念佛这个方法超越了，一念就超越了。快啊！其诸身于片言，片言是一句话。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啊，其是平等，跟他的位次等齐。啊，诸身，声闻、缘觉、菩萨。
啊，再往上面去呢，41位法身大士，啊，他可以超越诸神，跟法身大士平等，就是经上常说的阿惟越智菩萨。一念一句啊，智在妙用啊，这个作用达到究竟圆满，才称为智在。啊，一不可得而思议者。其为佛说阿弥陀经语，这个是莲池大师在弥陀经疏钞里面赞叹的。啊，那么阿弥陀经是本经的小本，故知智在妙用，其为本经语。在净土经典里面，无量寿经成大本，阿弥陀经成小本，这一部经说得详细，弥陀经说得简单，是说一桩事情啊。那么古人有说本经就是《华严经》的中本，这个说法是真的，不是假的。华严说的详细，是本经的细数。弥陀经是本经的略数，略数分量少，可以用来做扩诵本啊，早晚扩诵本啊，几分钟就念完了啊，所以华严成大本，无量寿经成中本，弥陀经成小本，内容完全相同啊，只是有详略之不同。啊，那么净土跟华严的关系就显示出来了，啊，非常密切。啊，本经之宗为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啊，宗是修行的总纲领。总原则称之为宗两句话了，发菩提心也想转念，在我们这个经本第24品无论是上辈、中辈、下辈啊，后面还有一段，慈州大师判作一心三辈啊，那就是无论修什么法门，你把修学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啊，临命终时幸愿持名，一句十句都能往生，显示出净土法门真实
不可思议。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发菩提心原是心愿，所以真心切愿啊，念念只想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心就是无上菩提心啊。一向专念呢，就是持名。抓住这一句名号，绝不放松。啊，今天社会学科学的人常说的，分秒必争。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要用这个精神。啊，我有一秒钟可以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一秒钟没有空过。如果把佛号忘掉了，这一秒钟空过了，啊，那叫真可惜啊！啊，这一项专念呢，就是持名，啊，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一个目标，亲近阿弥陀佛，这就对了。啊，大小两本，同一纲宗啊。啊，纲是修行的纲领，宗旨，如是妙法，三倍起受，往生到极乐世界，大分有三倍。上品、中品、下品，啊，上中下三倍啊！啊，都是用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三倍是功夫有浅深不一样。后面说。虽令凡夫顿通不处，大哉妙用，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这个作用我们无法想象，所以非常难信啊，很容易成就，难信能信，这个值得赞叹啊。为什么这么快就成就了？记住我前面所说的一句话，因为你本来是佛。学佛的人要承认这句话，啊，不要客气，我不敢当，那就坏了，那不晓得到哪一界你才能成就，啊，就要希望你直下承当，听到之后，对，我就是，啊，你这一生呢就能做佛，啊，在这个世间。无论干什么要谦虚客气，这一句话可不能客气啊，这不是一般人说的，佛说的啊，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讲的。啊，真的是佛了，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既有佛心，就当作佛。啊，所以作佛是应当的，应该的。啊，人人都可以作佛，只要你信得过。
啊，所以信这一个字是关键，不信就难了，一定要相信。啊，能帮助我们，我们现在是凡夫，凡夫在六道轮回出不去，啊，虽然是凡夫，要是遇到这个法门能信愿意往生，这一句佛号念念不间断，他就成功，顿同不出，这还得了吗？顿是顿超，快速啊！立刻，你跟不出菩萨相同，不出是等觉菩萨啊，像弥勒菩萨，他是释迦牟尼佛的不出菩萨。他在后部，释迦牟尼佛的法运终了之后，下面这一尊佛出世就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是后部佛。啊，这个法门，唯独这个法门能帮助凡夫在一生当中跟不出菩萨地位相同，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凡夫修成的等觉位，真的要无量劫。不止三大阿僧祇劫，啊，所以下面称赞大哉妙用啊，不可思议，即是本经之发心念佛。发心就是发菩提心，念佛就是一项专念啊，此即真实之利益，这个利益是真实的啊，这不是假的，能帮助你在一生当中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如是真舍妙用啊，于一念前顿曰三起，三大阿僧祇劫啊，一念之间就超越了，顿是顿超啊，立刻就超越，一生成名，称这一生阿弥陀佛为其诸神啊，其是平等珍惜啊，跟谁珍惜？跟法身大士等起啊，我等心闻，我们是凡夫，无比的幸运听到这个法门，此真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人，这一句话是清朝康熙年间，而不是乾隆。乾隆年间，彭继清居士所说的。啊，他对于听到这个法门人赞叹说：“无量劫来稀有难逢。”我们遇到了，续分就到这个地方讲完了。
下面我们看第二，第二卷。正宗分，法藏因地第四，第四品。这一卷念老将注解分为四卷，这是第二卷。第二卷从第四品到第十品，本卷在这一卷详陈弥陀因地，详细为我们说明或者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的因地，也就是历史，阿弥陀佛从哪里来的，他怎么样修成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知道他的原因，我们对他的信心就生不起来，对他的因缘彻底明了，我们的疑惑就断掉了，真相性的。所以讲因地法门，怎样见佛闻法，怎样发大菩提心，发心之后还用五戒的时间精勤呢戒得大愿，这个五戒就是四十八愿的由来，一尘愿海，六字洪明。一尘是讲教，所谓一尘是成佛之教，佛法里的有一尘，有二尘，有三尘，二尘是佛菩萨，三尘呢是佛菩萨再加上阿罗汉。法华经上说，唯有一乘法，无二也无三，除佛方便说。那么由此可知，佛心平等，没有高下。他如果不给我们说究竟圆满的大法，他对不起我们。可是我们的根性不高啊，烦恼习气太重，大法听不懂。佛戒严众生，教化众生，随顺众生的根性，立根的决定聪明人，佛给他说一乘法，他很快就成就了。烦恼习气重的，罪孽深的，佛给他教小乘法，慢慢帮助他提升，帮助他消业障，帮助他长智慧，慢慢走向一乘。如果遇到这个法门，那实在他是无比的幸运，
啊，他真的快速成就了。这样的人在历史上有很少，啊，哪些人是这种大法的当机者呢？古德告诉我们，一个是上上根人，上上根，一闻顷悟啊，他一听就明白了，就开悟了。啊，像谁？中国有个代表的，唐朝时代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代表人，上上根人，他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啊，听别人念《金刚经》，他一听就懂。啊，他卖柴、樵夫，这个行业现在没有了。抗战时候有。啊，抗战时期许多城市没有电灯。没有瓦斯啊，所以要烧柴火啊，有卖柴的啊，家里头要有水，水有人挑，挑水有卖水的啊。这在抗战期间，我这个年龄都亲身经历的。现在这个行业有电灯，有自来水。啊，所以完全靠劳力生活。啊，慧能说年轻啊，24岁。啊，家庭非常清苦，父亲过世。啊，没有兄弟，独生子。啊，跟他老母亲相依为命，他是个小子。啊，卖柴，有一天卖柴，偶然的，卖完之后拿着钱去买一点米呀，啊，回家去。养老母亲偶然听到有一个人念经啊，古时候那个时候的窗户不是玻璃，玻璃隔音啊，纸糊的，纸糊就看不到外面，但是声音听得见啊，里面有人读经，他就听了几句，非常欢喜。等他念完，他敲门进去，问他念什么，他念《金刚经》，他就把刚才听的那一段意思讲给他听。这个人听了非常惊讶。啊，《金刚经》是有相当深度的经典，他怎么能听得懂？啊，问他念书没念过书，不认识字。啊，这个居士也很了不起，发现到这是佛经上讲的上上根人。啊，全心全力帮助他，那不是根本不认识，劝他到黄梅，就是五祖的道场，跟五祖。学习，你一定会有大成就。啊，那么在家里生活有问题啊，
他拿了十两银子送给他做安家费，啊，找一些佛友照顾他母亲，让他放心去求学，啊，他接受了，在黄梅住了八个月，啊，五祖把衣钵就传给他了，立他为禅宗第六代祖，上上根人呐，啊，跟读书不读书没关系，啊，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老实、听话、正干，跟这个有关系。啊，所以要遇到是老实、听话、正干、上上根人。我们真难得了，真不容易啊！我们在这个时代也遇到上上根人啊，海贤老和尚去年往生的啊，去年一月往生的时候，这个老法师112岁，他也是不认识字，没念过书，一生没有读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部经，啊，所以他的师父高人认识啊，20岁发心出家，这师父一看，这人是个老实人，听话、正干，啊，于是传他无上的妙法，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啊，嘱咐他一直念下去。你看看他多老实，念了92年，叫不拐弯了，不拐弯就没有夹杂任何东西，一句佛号念92年。我们细心去看这光碟，你要看出门道啊！啊，看出他念到功夫成品，事一心不乱，理一心不乱，对我们是莫大的鼓励，让我们对经宗啊真正断疑生信，不再有丝毫疑惑，为我们证明真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为什么？他见过，他绝对不是欺骗我们，而且见过不止一次。啊，我是最保守，估计他见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他在一生当中决定超过14，也就是92年念佛当中，念到礼义心的时候，心里想见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就现前；想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现前。感应道教不可思议啊！啊，平常人要念到功夫成片，
你想佛会见到佛，佛不常来，偶尔跟你见面。会透消息给你，告诉你你的寿命还有多少年，等你寿命到的时候，我来接引你，会跟你说这些话，你心就定了，念佛真有效啊，不是假的，佛来通知你了。那么第二次见佛面，是你寿命快到了，佛来通知你，跟你约定时间，时间长短不定，因人而异。一般大概都是一个星期到三个月。我早年在新加坡，新加坡居士林的老林长陈光别居士，他往生前三个月知道往生的日期，也好像是八月初七，他写八月初七，八月初七写了十几个，也没有人敢问他，就是八月初七那天走的，这三个月之前，所以知道三个月之前他清清楚楚，他实际上学佛才两年的，以前学佛那都不是真的，最后两年说生病不能工作，躺在床上听我讲经，我在居士林讲经，讲经的光碟，那时候不是光碟，录像带送到他家里，他每天看了两年，发现念佛求生净土，往生前一天找我给他做皈依，第二天他就走了。所以三个月佛来告诉他时间，这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佛来接引他往生的时候，佛来带他去。所以一般人念佛往生肯定有三次见佛，这是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告诉我们，一佛念佛，一是想佛，心里想佛，念是口里面出声，意比想重要，意比念重要，念佛口念心里头没有佛是假的，不是真的，心上真有佛，口上不念没有关系，那是真念佛，现前到来必定见佛，现前是活在这个世界会见佛，因为你到功夫成片的时候跟佛缘就接上了，会，这就是感，佛现身是因，感应道交，你能够见到佛。那么到事业心不乱，到理业心不乱，
你就有机会常常见佛。啊，道理也先真的，你一想佛，佛就现前；你想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现前。啊，真实不虚啊，不是假的。那么这是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法，告诉我们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啊。这一部经下莲居老居士汇集的真经，字字句句都是佛说的，老居士没有随便加一个字进去啊，非常忠于汇集的原则。汇集跟翻译不一样，翻译自己可以斟酌用什么文字，汇集不可以。汇集字字句句都要根据原来经典里头，不可以改动一个字。啊，自古以来，翻译佛经，啊，汇集佛经，自古以来都有啊。啊，有改动的不少。啊，这一部经一个字没有改动，为了取信于后人。希望这一部经让大家见到了不生疑惑，功德无量啊！啊，那么第二个，为我们证明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也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是不是念老自己意思？不是，念老有智慧，他用经来解释经。你看每一段文字挂壶里头都说出来了，这是从哪一部经哪一部论上揭露下来的，是某一个祖师啊，他的开始，他总共用了193种经论，古来祖师大德的著述啊，经论的部分83种，祖师大德开始著书一共110种。无非都是让后人看到这部注解增长信心，没有疑虑，才能得真实利益啊！这慈悲到基础啊！念老第三个证明，我们这些人，这将近20年，我们依这个经本、汇集本，我们依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来学习。决定没错误啊！他拿着《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胜》这个书，照相跟我们作证。
这个照片我挂在那边。啊，水，他活这么大年岁，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就这一桩事情。啊，为大家证实这三个真实啊，会集本真实，注解真实，我们依照这个经本修行真实。啊，因为我们所遇到的空前的一个灾难啊，许多人回报回去吧，说我们修行错了啊，他老人家给我们证明啊，证明之后他老人家就走了，第三天就走了，自在往生了，没有病苦啊！啊，他的光碟《永思集》这篇文章，我们要把它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啊，他是我们这个时代佛门弟子的好榜样，更是净宗法门的好榜样。啊，跟他学习决定不会有过错。啊，这是阿弥陀佛发心，啊，初发大心。无极精勤皆得大愿，这个大愿就是四十八愿啊，四十八愿怎么来的啊？一尘缘海，六字红名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三根普被也啊，上中下三根，万类起手，积功累德，助真实慧，一向专制庄严妙土，与无量劫即之德行，所发誓愿圆满成就。圆满的圆满，就了一句佛号。佛号功德无量无边的，无有边际，我们要想小业障，要想积功累德，怎么修？这个经上告诉我们，老实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积功累德，就是消除无始劫来一切业障，完全在这一句佛号。没有人相信啊？为什么？无量劫来我造的罪业太重了，哪有一句佛号能消得了的啊？总以为要拜要金忏啊，要念咒，许许多多法门帮助你消业障啊，殊不知那些方法消业障都少了，消不干净，只有一句佛号啊，能把业障习气干干净净清除掉了，不要再用第二种方法。海鲜老和尚给我们做出的榜样啊，他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都不知道，念叨功夫成品
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明心见性，真不容易啊！做出来给我们看了，我们还能不相信？啊，我们天天讲庄严佛国土，拿什么庄严？我们天天讲的化解冲突，带给这个世界安定和平，用什么方法？全是这一句佛号。这佛行吗？行。现在科学家给我们所证明啊，证明佛在经上所说的相由心生，境随心转。那么心里的最好的心就是念佛的心，没有比这更好的啊，没有任何一念能够跟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头相比啊。我们天天念这句阿弥陀佛，灾难可以化解，安定和平可以现前。不但如此，还能够庄严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我们跟极乐世界天砖天瓦了，用我们这个地方来做比喻啊，那他那个砖就天佛号啊，完全是一句佛号成就的。所以念这句佛号就跟极乐世界有缘，就跟阿弥陀佛有缘啊，这是极致德行，就在今天了。如是内容，净土三经，唯此独备。啊，净土有三部经，专门介绍极乐世界的。除无量寿经之外，有观无量寿佛经，啊，简称为观经。观经是讲理论跟方法啊，极乐世界根据什么道理，要用什么方法，我们才能够往生啊？持名念佛是十六观最后的一观啊，方法讲了十六种啊，最后就是最重要的、最精彩的。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名号。小本弥陀经讲得很简单，便于所造万苦，所以三经里头这一部经讲得最详细，啊，可以说是净土概论。啊，故称本经为净土第一经。啊，那么这是前面第二卷前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前面呢是序分，在三分里面，从这以下呢是正宗分。啊，正宗分从第四品到四十二品。啊，它也分两科啊，第一科正说因地，我们看
正宗分前面介绍啊，今之正宗分，如人之身躯，心肺各脏皆备于世，这是佛说这三分。祖师大德给我们用人身做比喻啊，续分好像是头部，一看呢就认识这是什么人啊。正宗分呢是他的身体五脏六腑，流通分呢好像是手足，用这个来比喻好懂啊。三分是一体啊。本经以第四品到四十二品为正宗分啊。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弥陀阴性啊，阿弥陀佛在阴地啊修行的状况啊，法藏大愿，法藏就是阿弥陀佛在阴地上称号，法藏比丘。他的大愿是怎么来的？大愿圆满，就是极乐世界成就了。啊，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成就的。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要跟他的愿相应。啊，极乐一真庄严，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依报是环境，居住的环境，学习的环境。正报是阿弥陀佛老师啊，老师是阿弥陀佛，学生十方世界去往生的这些人啊。上面有等觉菩萨，下面有三恶道众生啊。只要在临终时候造作罪业众生真正忏悔，后不再走，一心念佛求生净土，阿弥陀佛慈悲到极处，通通接引啊。啊，所以极乐世界是最容易去，但是最难相信。极乐菩萨修持啊，都要在这边说到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就成菩萨。华严经上所说的五十一个阶位，极乐世界统统都有啊，从初心位到等觉菩萨，五十一个阶级啊，看他们的修行，遍地一尘神隐啊，极乐世界有遍地啊，等于说欲哭没有正视戒位的，都在这个地方啊。这是什么原因？带着怀疑，但是真敢。啊，存侥幸的心，如果真有极乐世界那就好了，没有也就算了，是这么个态度心态，大概都是遍地一尘啊。所以一定要断疑生信啊。怎么断疑？这部经帮助我们断疑，你念得越多信心越坚固啊。如果真正有坚固的信心，这经可以不必念。像海贤老和尚一样，他没有怀疑啊，他不需要念经，一句佛号念到底，圆满成就。
娑婆秽土我故，极乐显现真心，这些通通在这一部分，在这净宗分这一部分，正宗。故不但为全经之主体，实亦为一部净宗妙法之纲宗。纲是大纲，宗是重要，就是最主要的部分。本经与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因地修行说得很详细，殊胜的誓愿等等无边妙法性，成熟详尽啊，广于于尽啊，一切经佛常熟啊，但是这一部经讲的最详细，专门介绍西方极乐世界，介绍阿弥陀佛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相信，能够发愿，在这一生当中横超，不是输出啊，是横超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这是佛为我们介绍这个法门最重要的目标。那么本卷内容，这是第二卷，第四品到第十品，就是阿弥陀佛因地发愿与大愿圆满的经过。这一卷里面这个六品经七品经第四到第十，我们可以把它当作西方极乐世界历史来看这是讲历史，讲阿弥陀佛从发心到极乐世界的成就我们搞清楚搞明白了，无论是理无论是事，通通搞清楚才不会怀疑怀疑是求生净土最大的障碍所以有怀疑一定要熟读，读书千遍其义自见，这方法妙极了。经中首云，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数之界，这说时间，这一句话讲时间，时间太长了所以这是表过去之事极为久远那么在那个时候，弥陀为世饶王阿弥陀佛他是个在家人，他的身份是国王这个国王是个明君治国是太平盛世，从别人称赞他的德号我们就晓得世是世界，饶是丰饶
啊，也就是物资资源非常丰足。我们中国人讲太平盛世，啊，人民幸福美满了。啊，国王有道，有德，有福报。啊，人民都享他的福，这是啊王。啊，那么他在世这个时候，正好世间有福，啊，世间自在王如来，在那个时候出世，讲经说法，啊，他遇到福。听佛讲经说法感动了，把王位舍弃了，出家学道。这里面所含的甚深的意趣，我们要能体会到，他是一个好国王。为什么要出家？他有慈悲心，有爱心呐！啊，总是希望帮助众生离苦得乐，他真做到了。啊，但是只能帮助他这个国家。帮助他居住的世界，不够王大了。出家成佛，他能帮助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苦难众生，真能帮上忙啊！他的事业我们看到了，他建的极乐世界，极乐世界有多大？极乐世界跟遍法界虚空界一样大，啊，跟我们现在的世界重叠在一起，我们看不见啊，就好比我们现在看电视屏幕，这个屏幕有很多频道，我们现在只看到一个，其他的看不见啊。如果我们通通看见了，这世界就不一样了啊。实际上我们这个屏幕里头无量无边际的频道，无数无量无数啊，谁知道？明心见性的人就知道了。如果我们念佛念到离业心不乱，你全看到了啊，看到他所有的画面一个都不漏，你要问到多少，他告诉你无量无边无有数字，难够形容。是真的不是假的。那然后告诉你一个总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什么是真实的呢？极乐世界是真实的，它不是虚妄。啊，为什么？它是自性变现，
啊，自性没有生灭，没有变化。啊，我们虽然是性所现的，但是这里头缠着阿赖耶，阿赖耶能变。啊，所以我十方世界都是心性十变，极乐世界只有心性没有十变，所以它是真的。啊，这个我们在学习经教里头常说啊，啊，它不是假的。可是极乐世界有隐现不一样，有缘它现，它现不能说它有，它不现不能说它无，不现是没有缘，那是我们自己有烦恼有习气就见不到，烦恼习气断掉了就见到啊，所以极乐世界有隐现不同，它没有生命，不像阿赖耶啊，阿赖耶变法界虚空界，没有离开阿赖耶，阿赖耶是生灭法，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是阿赖耶，那是十法界一真庄严啊！佛对这个讲的很多，讲的很清楚，很明了啊。所以释饶王遇佛出家学道了，他要学佛，他要像佛一样，有智慧，有德行，有能力。有福报，普度法界一切苦难众生，心量扩大了，不是消极，不是逃避现实，啊，真正令人佩服，令人尊敬，啊，法名法藏，啊，这是他出家的法名，啊。没有出家之前，人家称他为释饶王，啊，发起弘神誓愿，啊，这个誓愿简单的一句话说，他希望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众生。利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利究竟苦就是帮助他们从六道十法界超越。啊，那得究竟乐到哪里去？他就想到极乐世界了。那么极乐世界怎么成就的？他向他的老师世间自在王请教啊，老师叫他，你去参访一切诸佛刹土，亲自去看，一个都不漏，诸佛刹土里面有善的好的通通采取，不善的不好的通通不要啊，这样建立一个世界，是集一切诸佛世界美好之大成记录些这么来，不是想象来的，不是阿弥陀佛的理想，也不是世间自在王的
想象，不是的，实际上去考察。啊，所以他用了多长时间？五戒，五戒考察，总结成大愿。啊，这四十八愿就是五戒考察的结果。啊，这四十八愿兑现，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啊，就发起宏声誓愿，故知弥陀因地发心修行，为是实难成迹呀！啊，这个五戒修行是他考察的事情。考察之外，发心修行，那真的时间太长了。无法成熟，没有办法计算。啊，但更应知弥陀发愿之时，已非凡夫啊！啊，不是凡夫是什么？古德多趁此时，已是地上菩萨。可以这样说法，不是地藏菩萨，地上菩萨怎么能见到佛？啊，所以说他是登地菩萨了，讲得通啊。如是，在弥陀最初发心之时，跟语言于此啊，早知早矣弥陀发心功德不可思议，是故这是念叨劝我们敬宗学人，于此应生敬心，弥感奉恩的啊，没有他发心，没有他认真修行，没有他建立极乐世界，我们怎么可能成就？我们的这修行成就要无量劫，现在把无量劫缩短啊，短短十几年啊，三四十年时间就能成就，真正不可思议所以干佛之恩，盖此极乐义证，即持名妙法，乃弥陀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界精勤修习的妙果啊，这一句话都说到了啊，阿弥陀佛多长的时间，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法想象时间之长啊，这么长时间里面精勤，精勤是至心一处啊。佛末后来一句无私不办啊，只要你能把心放在一处。海贤老和尚就是把心放在阿弥陀佛这一处，
他能够得功夫成品，事业心不乱，理也心不乱。没有别的巧妙啊，就是这些一处啊。啊，这就是经。经就是经义。勤，勤就是不断。啊，休息。妙果是极乐行，那么他所学习的就是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题上这五个字啊，今天在用这个果觉做我们修行的因心，此恩此德非言可喻。啊，他为我们开的法门，教导我们的，这个方法是用他的果觉，他在极乐世界成佛了。啊，怎么成的？清净平等觉成的。我们如何修清净心？这一句佛号。圆满清净，再向上提升平等心，平等心是圆满的真心，还是用一句佛号。终极的目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就是觉，还是用一句名号。这一句名号不拐弯了，不能忘记，不能丢失啊！啊，念念都是这一句阿弥陀佛，生活不离，工作不离，他不妨碍。心里念佛一点妨碍都没有啊！一切时一切处不离阿弥陀佛，这个法子精妙到基础啊！啊，做我们因地心的慈恩慈德，言语说不尽。再者，弥陀因地究正法身，啊，正法身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个时间太久了，故此一诚愿望，六字洪名，极乐一正，种种庄严，甚至一毛一尘，无非弥陀无为法身真实智慧之所流现。极乐世界好在哪里？这几句给我们的描绘
让我们产生，真是稀有难逢。它是久远劫前就真的发生菩萨，这个久远劫之前是在他为智饶王之前，智饶王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古人有说嘛，说他是地上菩萨。那真的是九真法身呐。故此一尘愿望，一尘愿望四十八愿，四十八愿圆满在六字洪名之中。六字洪名是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里头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里面是极乐世界一真庄严。甚至于一毛一尘，这叫极乐世界。用这个做比喻，一根汗毛，一粒微尘，都是阿弥陀佛的无为法身，真实智慧里面流出来、显示出来。所留所现的夜夜界超前离见，前根见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这些东西十方世界诸佛刹土里面很多很多都不能明明。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尘境界，整个宇宙都是清净，情是迷惑，见是思想见解。换一句话说，我们没有看到真相，没有见到真相，没有想到真相，所想的所看的都是虚妄想，跟《金刚经》上所说的一样，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我们把虚妄当真实，于是永远不能脱离虚妄。虚妄是六道，虚妄是十法界。脱离六道是脱离严重的虚妄，还有一种虚妄是法界。那么脱离六道轮回证阿罗汉果，脱离十法界就是法身菩萨。这个法门能叫我们在一生当中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就能够超越两重虚妄，
啊，超越六道，超越十法界，往生到一真法界。啊，业业呢，皆是实相正因之所应。啊，因是因证。啊，中国古代啊，对于这个印非常重视。啊，外国人用签名，中国人用印章。设法界一真庄严，统统是实相真印所印的，所以。夜夜皆是开花显示真实之际啊，夜夜就是万法。慧能大师开悟时告诉我们，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一句很重要。宇宙从哪来的啊？一般宗教说神造的，佛法没有讲神造的啊。佛法说什么？自性是本有的，是自性变现的啊。只要你明心见性，你对这个事处世间一切法自然通达明了啊，这叫开悟。不仅开悟，而且是大彻大悟。大乘佛法教我们，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教我们，怎么个教法？向内求，别向外求。用外面全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怎么能求得到？啊，应该怎么求法呢？向内。所以佛家的经典叫内典，佛家的方法叫内修。不向外啊。啊，为什么？能大师说得很好。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这句话说得好啊。自信具足什么？具足无量智慧。有智慧，自然就有知识。你的认知不会错误。啊，所以智慧里头有知识，知识里头没有智慧。这个道理要知道啊。啊，怎么个求法？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古人写在《三字经》《同盟》课本里头，教之道贵以转。啊，教要转，学呢当然要转。啊，不能同时学两样东西，一样一样的来。啊，一样还没学会，再学第二样，会把你的头脑混淆了。啊，你不能集中，你一样都学不好。啊，中国古人大乘佛法知道这个事实真相。
所以叫人要转。无论是出世间法都要转。希望你做专家，不要做通家。啊，专家开悟了，自然就通了。没有学过东西，全知道。世尊给我们做了个好榜样。他开悟之后，就教学。啊，79岁，圆寂的，教学49年，他30岁开悟，30岁就出来教学。啊，他讲的这些经、这些论，谁教他的？他在哪里学来的？没有啊，没老师啊。虽然出来学了12年，那个12年学的东西一样也没用上。啊，全是自性里头自然流露出来的，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佛法要持戒，要修定，要开智慧。啊，戒是手段，定也是手段，终极的目的开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事出世间法没有一样不知道。啊，就是传戒师告诉海贤老和尚的那一句话。啊，这一句佛号一直念下去，明白了，不要乱说，不能说。你看，就把它算定了，他一定开悟啊。那个明白了就是开悟了，大彻大悟啊。大彻大悟不可以说，不能说。啊，所以他也一生不说。啊，但是曾经讲过，我什么都知道。啊，这句话不能随便说，随便说是大妄语啊！什么都知道就是大彻大悟。啊，他在世我绝不敢这样讲法，他走了我敢讲了。啊，他真的大彻大悟，真的什么都知道。啊，所以意义皆是开化显示真实之机，意义皆是会于众生真实之理，故此法门不可思议。啊，这三个真实，真实智慧，真实之机，真实利益，这一部经全具足。啊，而且讲得很细致。啊，这是一切大乘经里头的精华，在这部经里头啊。啊，下面视频首名法藏比丘，因地学道发心的因缘，法藏因地第四。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